好浓郁的麻辣烫的，就是那种东北麻辣烫的味道。我们这边没有这种很黏糊的麻辣烫，在湖南这边。它一包分量可大，这就是一包的量。太好吃了。平时自己在家面煮。几分钟就搞定了，而且比点外卖划得来很多。我加了好多我喜欢吃的配菜，它这个里面蔬菜包什么的都自带的。我超级多包料，我都没有数了几包。